殿下，陛下说什么了？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已经快到午时了。回京去。 既然殿下都知道这一切，那为什么？你不要怪他，他只是想吓吓你。那为什么你？因为只有你。我只是听到你承认之后，会心安一些。不一样，小人会让殿下不安吗？ 陈内人，殿下。